DNA 省服务器提供商 Ubicraft 全网最低价，想了解更多期姐姐视频简介里的链接。A light in the blue 你怎么这样读书的？ You all see that one two 怎么这样读 1, 2, 3, 4, 5, 6, 7。 他说每个岛上都有个秘密，所以这里应该有一个吧。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甜蜜蜜笑的甜蜜蜜不笑着甜蜜蜜。你看到下面那个箱子了吗？哪呢？下面我那个是500，对，128层材质包。对，我没人、没人问你多少层材质包，我问你看到下面房子了吗？看到了，我抢了，我的。好，你是我的。好 ，whoop， 好，现在视角是你的了。多厉害！我先继续走。然后呢？里面有个箱子，应该我记得。这里面 ，Who would put something in here？ 两个苦力炮。我们是应该开和平模式吗？我完全没有看这个地图介绍。对，应该开和平模式。是吗？没箱子这里面。没箱子。是吗？没箱子。那算你回来吧。我在那个苦力炮要爆炸之前调成了和平模式。它有那个，它有英文的，里面有一个牌子。啊，你读吧。Who would put something in here？ 啥？那你过来吧。这里可能有啊，对，有箱子。我把那个羊毛打回来以后，它有箱子，恶魂就这两个。哦，我真棒，真的。我继续走，我不管你了。其实，这边还有牌，这边还有牌子。你继续走，自己走。You are good。他说他夸我。对。他夸我。我知道。那不好意思了，已经。对。啊，你过来看，这是马里奥的家，然后那个打不开，你看很神奇，打不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打不开。他说他也不会期望着打开，所以我们肯定要跑酷，跑到他家楼上，然后破窗而入，对不对？是有病吗？为什么？我这个设计的人，对，门打不开叫门。哇，全蛋糕，我们不能破坏方块吧？不知道。啊，随便吧。哎，我草丛掉下去了。你掉下去了，因为这上面有房子顶着的。呜呀呀呀呀呀呀！呜呀呀呀！呜呀呀呀呀！哦 ，son of， 好吧，算了吧，算了吧。啊，好了，来吧，继续加油，徐福，你能办到？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你在叫我名字吗？有点像我名字，其实。是吗？算了吧。西兰。你再说一句话，我过来砍你。西兰，跳不过，因为房子顶着我是吧？对，好恶心。好，我潜入他家了。你看外面，你看里面。哪呢？真惊。哪呢？算了，不理你了，再也不和你玩了。啊，不能忘记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能把这个蛋糕打包带走啊？不可以。他碎掉了他。这什么东西？这会不会把我弄死？我怕死了。什么？要跑酷了是吧？不会吧？我们不能碰到这个。下雨了。This thing is soda，什么东西啊？This thing is the cactus won't grow and fuck it up， 所以他说这些仙人掌不会长大，然后把你东西都搞砸了。哦，我说先跳这上面，然后再跳到这上面。哦，真聪明。还行吧。啊天。我没打你。我是钻石甲，所以我不用怕。我的宿舍。你要死了吗？不是，我跟室友说话小声一点。啊。这影响视频质量，你知道？我们这专业的人士，怎么可能？怎么掉下去呢？对不对？怎么掉下去呢？语文不错，徐福，满分。那妥妥的，真可怜。好的，我看你的脚流疼。哎，不能我。哎，好了，我到了。你怎么每次都这么赖皮？你看你的声誉在观众面前毁了。生育什么叫生育啊？就是你要到那个不孕不育医院去了，这个意思。哎，这个笑脸好像是从来没见过。
对，我也见过，忘了在哪里见啦过，啦啦啦啦啦这很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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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这里应该还是要跑酷是吧？你跑哪里去了？我不知道，是往哪走？应该是这个玻璃。你怎么这么聪明？我怎么没发现？哼，太菜了！手残为什么我要去？我在夸你，然后你就说我菜。对啊。有你这么没礼貌的人吗？有吗？不服干我，对不对？好，你家住哪里？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我家住在死珠江旁边。什么？死珠江西边。你知道上海？你知道上海黄浦江吗？知道。因为全是那个死珠，你知道吗？黄浦江，我们学校有一个名字叫黄浦江。黄浦江。你们学校有个名字叫黄浦江。我们学校有个学生的名字叫黄浦江。真的假的？对。真的假的？真的。完了完了啊！来来，踢屁股来，踢屁股，来来来，洗吧，来过来吧，啊，洗吧，韩国人都这么说的，啊，洗吧，你说的好，啊，洗吧，啊洗，他们就这样子，啊洗，啊洗。哦，是要跳过去是吧？跳这么远？嘿，跳不上去啊！小心最后一个灯笼那里，他会把你弄下来的一个房顶。啊天，跳来跳去的，喂，好了，喂喂，对，要短暂的这个跳，你知道怎么发？对，就是喂是吧？喂喂，喂，长的跳就是喂，就是你要掉下来的时候就叫喂，短暂的是喂，完了我掉下来了。对，萌爆了已经。对，喂喂，操！你到了吗？你还在啊？天啊！我要挣扎。吓掉下去！吓掉下去！往哪走啊？往前面。你确定吗？怎么跳？对，跳呀！怕什么？你跳！你先，女士优先。对，我是白雪公主。哎呀，哎呀，完了！我尝试着连跳。完了！我掉下面去了，我掉那个仙人下面去了。游戏还能玩吗？真好，我太爱你了，太棒了。是吗？是的，人在。刚刚的吸的太用力了，好像。哈哈，吸的太用力了。啊嘶！你便秘吗？便秘要去不孕不育医。哎呀，便秘要去不孕不育医，生不出来。哇！咱是跑酷高手，对吧？对。用大自然的方式探索极限。我怎么跳下去了？有病吧这设定。好的好的，小心这个灯哦，小心哦，他会把你弄得很严重的，很严重的。好了耶，看我多厉害。我去。等一下，我们先一个一个跳，你先跳完以后，如果你跳下去以后我再跳。不行，跳不上去以后为什么这样子呢？是吧，我掉仙人掌了没事。这个仙人掌是几个意思？还好我们没有玩那个什么，The Dropper， 中文叫什么？心跳水立方。啊天，太恶心了那个地图。上次我们要玩过，叫麦克风经常有问题，你还记得吗？记不得。好像是我们第一次录视频的时候吗？是吗？我好紧张啊。对，那时候你买了一个新麦克风。哦对，好像你录了一集，然后那麦克风就出问题了，你还记得吗？对，记得。You son of a bitch！ 怪我吗？我在说跑酷。没在说你，你不要紧张。是吗？我好紧张，我都哭了已经。哭了。男人哭吧，哭吧，哭吧，哭吧。我在选你唱，我根本没听过这首歌。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我突然觉得自己好走掉。我掉下去了。觉得自己走掉算走掉吗？不算，因为就自我陶醉那种感觉，就闭着眼睛唱，不是，也很带感。
不是不是走调，应该是耳朵听的那个调就不对嘛，所以才会说是走调，对吧？跑，不是不是走了，是跑了已经，不是跑是飞掉了已经。飞掉，我刚才说的。嗯，你想想，如果小学的时候，你课堂上的老师叫你站起来，然后你站起来了，然后你站起来之后还在讲话，老师很生气跟你说徐福站起来，那你是不是应该飞起来？对，对，都已经站起来了，能不能保存啊？你先跳，爸爸，你先，爸爸，被退回来了，先跳，妈妈。妈妈，你是我的保存点，来过来。Chicken point， chicken point， chicken point。来过来过来过来。哎，来来来来来，跳跳跳跳跳。跳。来 chicken point， 我是 chicken point。哎，我这。checkpoint， chicken point。chicken point， 基点。基点对。好的啊，我先休息一会儿，我先调调按键什么的。是吗？对，让我想想啊，丢东西就用这个好了。对，我也可以用我鼠标上的第五个键来给你丢东西了，厉害吗？啊？对，鼠标上第五个键。You son of a！ 哈哈哈哈！完了，冒烟了，我感觉键盘已经冒烟了。我在狂按 ESC， 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生气我就这样子。我们可以先调成创造模式，然后如果那个没跳上去，就可以重来。咱们可以学习某个视频实况主，他呢他自己说大家好，为了我叫为了我叫我叫我叫，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史诗跑酷。那么今天呢为了给大家演示，所以呢我就开创造模式带大家看看这个地图，所以在这里就先我的意思是在这里就先不跑了所以大家就看看这地图的内容像我们这种呢就是比较有感的，你知道吗？就是在那跑。对，好了，神经病。啦啦啦啦啦啦啦，你是想当德鲁伊吗？用大自然的方式探索纪录片吗？真的，对上瓦利拉，瓦利拉啊，是那个你呢？我在上面。那个，你是在把自己设置成创造模式？这么喜欢创造吗？不是，我刚刚以为按下那个斜杠，然后再按下上键，以为是 TP， 然后其实是创造。来来，这是最关键的一个，你过来，你过来 TP， 你 TP 到我这里，然后不要动。好的。好了，不要动。求你了。好的，好的，好的，让你 TP 到我这里。挺可怜，这是跑酷吗？对，我跳一下，然后再 TP 过去，对不对？好，你先跳，加油！你将第一个完成这个房间的男人。跳哪里啊？跳这里是吧？对，是，来吧，加油！哈哈哈！我到了，里面有什么？打不开！不，他好像不让我们打开，能打开吗？打不开，打开哦，那是四个骨头，好的，骨粉拿好了，然后所以呢？现在呢？啊，我们需要这个红色羊毛，然后我才不管呢，是不是需要这红色羊毛？我才不知道呢。红色羊毛我有啊，我上刚刚那个海底里面的屋子里面有红色羊毛，给我敲下来。你知道我们前面根本不用穿过那个仙人掌吗？为什么？这里窗是开着的，它上面写着。Did you know?And you could have come from here? 天，怎么办？哦耶！怎么办？现在有个红色羊毛，然后呢？这里还有跑酷是吧？我感觉那个灯是要跑酷的地图。天，我们要往哪走？应该是这个灯，这个石头的台阶。是啊，但我们跑过了吗？这里？啊，对，这里。啊，我们应该往上走的。完了，我们又得跑一次了。是吗？我直接飞过去吧，我直接可以飞过去。好的，你飞吧，我也跟你，你先飞过去，然后我就。然后你 TP 过来。对，
飞到了吗？到了，来了，好了，所以往上走，往上走，猫。好的，我、哦、刚刚的 QQ 声音响了，把 QQ 锁定起来。好，往哪儿走？不知道，应该往这边，这边，这边。对你跳了过去吗？我手指指的方向。我用手指搓一下哦，我打不到你，真可怜，可怜。我们要怎么过去啊？这怎么过去？这怎么过去啊？对啊，完了，是用骨粉，然后种树啊，种树，然后树长出来，然后跳从树上跳过去啊？对，有可能、哦。是吗？对，怎么可能啊？用骨把骨粉堆起来，再飞上去。我们看一下，我们思考一下。嗯，能放是方块吗？我可以跳过去啊，看着啊。嗯，看着、啊，知道吗？我知道你要怎么。哎呀，好一个大跳！你会不会？来，过来，过来，过来！你看，真得意。天，是往这里走吗？我这边有楼梯，什么意思啊？那不知道。我往这边走，是应该是走那个楼梯走，往哪里走？你下来啊！啊，对，哇，彩虹哎，你看彩虹，是吗？对。走他说选这条路很重要。